本节目由凭实力骄傲的安慕希独家冠名。本节目由广汽轰达全新 SUV 皓影特约播出。芬兰位于欧洲北部，三分之一的国土在北极圈内，理论上全年有200多天可以出现极光，但由于冬季漫长，又以雨雪天气为主，因此想要看到极光还是需要一点点运气。漫游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拉普兰省北部的小镇萨利斯尔卡。小镇坐落在一望无际的雪地上，山林覆盖率高达95%，是童话般的滑雪圣地。此刻窗外是梦幻的白色世界，而咖啡屋里却温暖如春。我和麒麟一边讨论即将开始的极光之旅，一边等待千里而来与我们会合的冰雪旅伴。我们开始是什么？开始是克罗地亚，克罗地亚的那个日落，对，最美日落。可以，我们从看到太阳到看不到太阳，然后现在是北极光。但是如果看不到呢？不是来就能看到的吗？不是的，你不是在这边就等它来，有时候它下雪啊、风大啊是没有的。我们就看到了呗，我们就看到了呗，看不到就看这个对吧？对啊，看不到把请把我们辟在这个北极光旁边。途经山与海，诸事富里城，让生活慢下来。那我在想，如果这么难才遇得到的北极光，是不是每天都得去安排时间去看去看一下？我看一下，就算没有，我都等着。现在没有，万一它有了。对，这是我们一个小目标。对，我们这几天里面一定要以这个为主，预祝我们这个成功。成功，成功，成功！看极光，成功，不错，不错。嗯。滑雪你会吗？我不会滑雪。你想学吗？我滑过一次，但是摔得很惨，所以我就对他有点恐惧。教练不好？没有教练，伙伴不好。哎，有可能有。我今天钟教练教了一个，还不是我啊，有一个很好的伙伴。真假的？真的。是男伙伴女伙伴？女伙伴。女伙伴，好，那你可以让他来，可以吗？男伙伴就不要让他来了。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啊，或者他想不想？他看起来是很有男子气概，男子气概对不对？这是夸人吗？是不是？感觉他愿意这么冰天雪地来跟我们一起玩，就可见他勇气可嘉。行。对，我们看你的伙伴能不能刺激我自由滑雪。好，我立个单板啊。那我，哎呀！哎，太棒了！太冷了吧？踏着冰雪来，太棒！好棒啊！进来就很热。你看我们这两边，这里有两个位置。两个位置，帮你站起来。我先把包拿开让给你啊。好嘞。啊，看你想要坐在这边呢，还是想要坐在这边呢？这边呢？我坐在这边吧。哦，是这样子的。我们之前聊了你。啊，是吗？觉得你愿意在这么冰天雪地的环天气都来，还愿意跟我们吹？我特别喜欢下雪的地方。那小的时候在新疆就雪也特别大，后来来到北京又很少看到这么大的雪，所以就是特别兴奋。应该有对冰天雪地有应对经验，有经验的。对，而且我在雪乡就拍过2部戏，所以真的不怕冷。那我们这次有什么环节？他就是他能干的事儿都在这张图上了，这个驯鹿拉雪橇，然后哈士奇拉雪橇，坐这个雪地摩托，然后追赶极光、冰钓、滑雪。你会滑雪吗？不会。我也不会，我们就去。哎呦啊！我们就去追极光好了。哎，你在新疆？我比较保护自己，所以我们就做点这种安全一点。就是来这里的人其实是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要看北极光，每天晚上都去一下。因为它清晰度要很透才可以看到。
北极光是在北极的外围有一圈啊。北极光其实肉眼看不一定是绿色的啊，只是因为透过镜头的滤镜，你会有一些颜色分辨为绿色。你好像没有看过吧？可以去。我是没看过，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去看一次，应该是不是真的坊间所说的这么漂亮？我觉得可以。那我们就选一个能看到北极光的地方，国家。希望我的到来能有好运气，我们看到极光。希望真的可以肉眼看到的。就吃什么？那没有吃吗？我们不会买一点吗？买一点。买一点想吃，自己在家做。我们今天住在哪儿？这儿有酒店吗？有，我订了一个民宿。是那种小木屋吗？就是图片。小木屋是看那个北极光的时候用的。哦。它，当你住里面会冷啊。啊。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站去，你是优先。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那咱们就来呗，咱们摩托一下。来，姐，你挑一个吧，三种味道。哪个是新款？我喝哪个？这俩都是新款。啊，好会挑。那我就把原味拿走。那我喝这个吧。我就无所谓了，我就来这个青橘葡萄柚青稞，反正都太挑了。来吧。怎么样才看到极光？我们要有实力。那有实力，我们就值得凭实力骄傲。哦。好，那我们就，耶，找一找大摩托。哥，哎，谢谢，耶，好，谢谢，走了。我们想象一下这边的困难人怎么出行的，在这种冰天雪地，我们得要结果。我找到了我的。啊，这你就这么来的呀？你就这么来的？哎，你坐着我拉你吧，你小小的。我还小小的。你比较轻，那我怎么能拉他啊？啊。哎呦，你坐好了哈。等一下，还有个嘉宾来。好，带人吧。准备开车。哎呦，你坐好了哈。等一下，还有个嘉宾来。好，带人吧。准备开车。吓死我了。哎，不会翻车的。慢一点。我不想看到在这个芬兰发生这个，我觉得雪地的交通意外。慢一点好吗？好，来，坐好了吗？来，小颖，准备出发。出发了，小颖。哎，等一下，我再拿一台的话会怎么样？会早一点。那个链那有个红的，我看那里还有个红板。这个太棒了，来，我们三个比赛哦。我们策马奔腾了啊！一、二、再快一点！为什么我这么快？我这边走两个步。哎呀，果然比较轻就比较快哈。不行不行。我踹你一下。别踹我，别踹。啊啊，太累了，跟坐健腹轮一样。这其实如果在新疆，那个雪山应该还是可以滑雪的。可以啊，我们那边有很大的滑雪场。哇，下次去我招待你啊。想滑雪。你去啊。那新疆很大。很大很大，占1/6国土面积嘛。那其实可以一个地方。深度，而且一定要自驾游，一定要怎么环塔呀？什么现在还有独库公路啊，都是网红的那些路。有山路吗？有啊，去新疆我包了。那好，你在家等着我们，我们俩开车去接你。就是他呀，他就可以去了。他下回去就变大了，就不是这个小影了。那不是摩托吗？哎，到了。OK。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Sione.
Wallace，Wallace。Hi。莉亚。那莉亚。Kevin。Darling。Okay。Okay, sir. So I will give you a balaclava. So let's turn it other way around. So here you go, sir. Okay。哇，你们的发型。Is it something must have this? Can not we have a.I know how to feel. But yes, it's good to have because otherwise you might get cold. Use balaclava. Okay. I will take one also. 就是这样吗？直接套吧。哎，小偷！下姐，这个就像小偷。That's really good. How does it feel? Warm. Wonderful.这你要带吗？带啊，发哥，你咋回事？把我俩坑完了，他不带。等等等等，等会儿小唐啊，等会儿他。哇，你的脸好小啊！看一下小唐。哇，这为什么脸的肉全部崩出来了？别乐。来。你脸够小的。你们兄弟俩拍一个来。Okay, then we are ready to go. Yeah. So basically, today we have for three of you,、we have two snowmobiles. 两台车。不是，我们三个人先挑一个跟他的，对不对？我们就这样，我们切丁壳来。手心手背两啊，行好。就是挑出来单独的是跟他的哈。好。手心手背。我。哎。那你俩吗？这样也好，这样安全。对对，因为要摔你俩摔。我们毕竟第一次。好，我觉得这个节奏也算 OK。那你们上车喽。OK。走。走，出发。嘿，咻。You are ready? Yeah, we're ready. OK.我们现在开的速度其实是17公里，18、20公里。Safety is the priority number one for us. 哇，好美哦！哇，哇，这里的房子漂亮。又是另外的地方，对，我觉得这边开其实特别开心，雪的更多了啊，对，好像就这边除了我们没有人来过一样。哇，那边太美了，左边有树林，好美啊这里。对啊，那我们就站在芬兰的大雪地里，我们再一次干杯。干杯，实力骄傲，骄傲了，骄傲了。我觉得在雪地上特别简单，就能得到快乐。是的，怎么样玩都可以玩。来，我们手拉手吧，一二三，躺下去啊！来，一二三，哇！哇！哈喽！在雪里，每个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变成孩子。我们想要大声喊叫，想要肆无忌惮地折腾。我们想要在这个纯白的世界里留下自己的印记。此刻没有冷的感觉，只有和好朋友在一起的温暖和开心。可能这就是雪的魅力。走吧，走，那我们去冰钓。While we do the fishing. Ice fishing, yes. Okay. So here we are. Yeah.
So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first. 这就是在冰上钓鱼的工具。We have to make a hole. Of course, because there is a lot of 钻冰了，对，钻洞。因为它这个刀，对不对？对，它这个非常尖利的东西。Just easy, place it, and then you start to. Okay. One can stay there, but it's also a seat. 里面应该是什么都有的感觉。这么小的一个鱼竿呀！这个小鱼竿能钓什么？Basically here you have a button. Release it. When you push it, yes. Release it. Yes. Oh. And if you want to get it up, you can. Pull. Yes. Yeah. We have hook, and we have some artificial snail. 感觉好像挺容易的，是吧？ Let's go. Okay. 走吧。哇，这个雪可厚呢。对，哇，这底下已经是冰了。哎，我们已经在湖上面了。哇，不会掉下去吗？哇，咋样？我感觉我在踩到水里了。我感觉我踩到水里了。嗯，真的。You sure the ice is frozen?Yes, I'm sure. No problem. I can show you too. But my suit, okay. 那我们走。小心啊，小心！停停停！OK。这样，得离他近一点。哇！哇！哦，那个冰是大概这么厚的，上面。And you have this one. If you are very hard guy, you can also do it.这就是我看那个什么张博在冰天雪地里面，他可以徒手吧？我也好想试一下。好勇敢，好勇敢！嘿！啊！啊！其实还好。很猛啊你！你太奇怪了。这我就很热，因为刚才干活。太冷了。啊！我再也不会上当了。So now this one, yes. Let's. Okay. So slowly, small move, and sometimes you can make a little bit bigger. Okay, that's okay. Let's make another hole for the others. Okay. 大家很厉害，看到，感觉好像活在这边生活的感觉。好，准备了。感觉需要时间呢，在一片黑暗的洞里能发生什么事儿？我感觉我的底下肯定有鱼，你觉得？因为我看见有气泡，那说明它是不是在呼吸啊？感觉有一个拉力，有呀，我有明显的拉力，会不会是我们两个在底下缠上了？到最后我把你钓上来了吗？我们在呼，然后你被拉进去，我从这个坑给钓出来，在上面这样呼着。我想知道你们两个人谁平时钓过鱼啊？有成功钓上鱼的经验吗？
我们好像从来没钓上过鱼，上次在萨丁岛就失败了。The sea start moving, and also because it's very difficult to fish, so it's better to start going back. 但其实我以前经常钓到鱼，用鱼竿电动的，然后可以放到很深的海里，很有成就感。我钓过很多次啊。但是我们为什么在见到我之后，屡屡碰壁，屡屡都钓不上？哎，有了有了有了！哎，有了有了有了！哎，有了有了有了！就是我跟八哥玩剩下的。天哪！那我们这次一定要钓到吧？没错，努力。现在上面这光亮没啥了，太黑呀。对啊，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你说我这样管用吗？应该能管用。你看那个出海捕鱼，那个渔船都是有特大那个灯冲叠。鱼都爱靠在光里啊，给他们打个光。妈咪，妈妈咪，妈妈咪，妈妈，妈妈咪呀，妈妈咪。来个 disco 光。鱼在底下摇头，大家觉得哎，这里开 party， 靠近一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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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八哥，我觉得我们可能再一次失败了。啊！我刚才问那个人，他说太阳出来，鱼就出来；太阳下山，鱼就开始没了。所以鱼就走了。对。我这个鱼一点都没吃。我这个也没有。我们走吧。好吧。真的，真的，打，他没有跟我打商量的关系。本来我也没有要求有什么，哎，所以就是享受过程就好了。从意大利到芬兰，两次钓鱼都失败，也许遗憾会带给旅程更深刻的回忆，但希望这次看极光。能不要有遗憾，毕竟奔波万里，还是期望能愿望成真。我们去民宿吧，二哥，我们今天是不是看不了极光了？说是有可能，因为现在没下雪了嘛。但是这里太靠近有光害的地方，我刚看了，它说云层百分百。所以，如果今天晚上要看到，可能是有一点奇迹。这是你租的民宿吗？对。民宿。哇，这么好！这个厨房是必须要有的啊。大概参观一下。这边是那个公共的桑拿房，哦，桑拿房，还看着很厉害啊。哎，八哥，我已经不行了。你先坐着，你先休息一下。哦，我好像时差已经上来了。今天有点太累了。我也是有点时差。我们不要再做饭了，好不好？我们睡觉吧。
其实我们现在才第一天来这里，我们不要把自己劲儿全部耗光，明天后天还有活呢。这样好了，我们睡一天好了，我们后天再起来。好，好，我已经我睡了。我们把小影拿出来吧。对，我们把他把我忘了。好，我帮那个小影选一个好的位置哈。放这儿吧。好，放平一点。哦，好吧，这样。然后明天我们在出去活动的时候再带上你。你在好家明休息。好，再见。明天带我们追光。好，好吧。拜拜。拜拜。我要去睡觉了，我要去睡觉了。晚安。晚安。王先跟你报告那个北极光今天晚上的情况。他告诉我显示说，看到的就是不高。嗯。但是通常都不一定百分百准的，很多时候奇迹经常发生。我想去光弱一点的地方去守候它一下，如果没奇迹出现，我就回来睡觉。今天我挖哥，我真觉得今天不要消耗你太多精神。是，明天我们干嘛？他的驯鹿，就是那个用鹿来拉雪橇，其他就没事了。我们的体力就留给晚上的北极光。行，反正主要在这地儿吧，除了晚上看极光，白天确实没啥事。没啥事。丫，明天后天就走了吗？好像是明天，就是他最后一天还是什么的。万一明天看不到极光呢？对呀。那来这么远看不到极光，好可惜。没有。说我的坏话。嘿嘿嘿嘿，好好好，一定看得到。行，那行，那这那我们先睡觉，睡觉去了。那我等你们先洗，我先在外面看一下。麒麟和丫丫远道而来，顶着时差的困扰，就是为了看极光。我心里有点担心，如果没有成功，他们一定会很失望。等待一下，适合给你，给你一点时间。而且这边的云，它其实飘得很快，所以搞不好云散开了，有看到有一丝丝的、一丝丝的微光，这不就北极光了吗？对啊。大哥，你看这个风吹走那些云，清晰度都比较大一点。不行了，大哥，我感觉我要被风吹走了。你看看这都几点了？这好吧，十点了。好吧，差不多了。我觉得今天可能，好吧，但没关系。我就不信咱们在这几天咱们看不着一回极光。我就不信他不可能同等的。这样，我们彰显我们的诚意啊。好吧。他知道我们在等他，他会想要出现的。我们可以再来找你。这么远的地方，天还没亮呢。哇，姐，已经亮了啊！已经亮了。现在几点了？现在十点多了，已经。是吗？对于这个芬兰人来说，已经是白天了。这里不是有一个养很多哈士奇啊？
有个家族在附近养驯鹿的。哎，你看那边夏天的时候一定养蜂的。哦，这里啦，这就都是哈士奇的小窝吧？对，哈士奇的狗窝。是啊。那是狗窝吗？我以为那是养蜂的那种。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哈士奇。你敢过去跟他们靠近吗？我不敢。我也算了。但还好他们拴着的，他们每个都绑着。你看那个好可爱。是趴在上面那个吗？他饿了，你看。不饿了我。嗯，他游过去，哎，他还怕你嘞。哦，那我问他一点，问他一点。Hello。嗨。哇，你好勇敢哦！哎。哇。哇。好暖，我一开始还觉得他们可能会冷呢。好，酸奶给你。你为啥少一只眼睛？嘿嘿，你是害？嘿嘿 ，Hello。对他来说，面包太素。Happy day.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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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up? Hi. Yeah. I'm Johanna. I'm from the Star Arctic Hotel. Okay. What kind of activity here? We have reindeers, and we can have a sledge ride. Reindeer is better than yeah. Yeah. Do you want to go now? Yeah. Let's go. Yeah. Bye bye.Okay, now we are approaching the Santa's reindeers. Wow, 这么多呀，这里。He's the reindeer herder, and he's also Sami, which is the Aboriginal people of Finland, Europe. Let's go to see. There is one really special reindeer called Baby. It's very rare. It's like one in a million. Oh.So this one is baby. Hey baby. 啊，好漂亮，它长得。我们三个自拍。You can all go in if you want. Three of us. Yeah. 坐得下吗 ？Are you sure? Yes. 200 kilos. Yes. 两百公斤，四百斤。我都70左右。70公斤啊？公斤。那我60多，65。我40。你40。不是45吧？那差不多，45加60，110加7是180。OK。怎么做呢？我们三个怎么做呢？怎么做好啊？你体积大，你这样，我们俩一人压一边。对，好，不是，你整个坐里。对，也不容易。为什么？我好想笑。你说他还放屁怎么办？还是躺着吗？Are you ready? Yeah, we're ready. Yeah. Oh, yeah. 比我想象中要快。反正他还挺有劲儿的，你看。如果你自己来芬兰，你会玩这个吗？我会的。真的会玩。嗯。这个不错，这个。我在新疆都会让马这么拉着走一圈。走一圈啊。哎，我觉得比昨天那个坐那个摩托强多了。因为这种旅游方式是你喜欢的，是不是？去哪都可以躺着。哇，好美！我要睡着了。我也好想困，能靠你肩膀靠。好，没，完了，我感觉你已经睡了半梦半醒。我已经着了。曾经，驯鹿雪橇是北极唯一的交通工具，它
他陪伴着人们穿过雪地，追寻在艰苦环境下生存的希望。如今，驯鹿依旧是人类的好朋友，它变成了浪漫的使者，带我们用另一种速度，另一个角度穿过这个世界。Folks dressed up like Eskimos, everybody knows. 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吧，哥，你们说一下。好，那我们。Hey, can we go? Go further a bit more.Well, if you would like to go to the forest, we would have to go to walk or. 不是坐着这个车带过去吗 ？This year we have more snow than in 50 so years. So much snow. Okay. Now can we go by walk? We have snowshoes. Snowshoes. Yeah. With snowshoes, we can go. 我负责拍照。走一小段。你就往深的地方走，我们在旁边看着你。因为总得在上面留两个人拽你出来，拉拉绳子是吧？对呀、啊，我们三个全陷进去了，怎么爬出来呀、啊？对，总得有一个安全的。我先进去。好，走吧，我们跟你们一起去。走吧，我们跟你一起。可以，过来。Totally like. Let's go. 哎，其实你这里路里没有人走啊。对啊，这里没关系、啊。要穿这个都可以的。哎，我们俩就这么踩一下，看有多深吧。好、啊，你找一下。还行，其实。哇！为什么有？这不行的。对。来，一二，走。没用，没用。哎，行，起来点。嘿。好。哇！哎，我觉得这儿挺好玩的。哎。这浮在上面的。我们可以在雪地里匍匐前进。哎，可以啊。哎，但他们真的是飘在上面的，你看。You can follow my steps. Okay. 哎呦 ！It's almost 30 centimeter. It's 50. 50. Is it the footstep of, or some kind of animal? If the snow would be fresh. The whole surface of the snow is even. It's very hard to find the tracks of animals. But I can teach you, like, for example, if you see a track like this that goes straight like this, that would be a fox. Fox always walks like a supermodel. Yeah. And then a rabbit would be like this. Yeah. Yeah. 我们堆雪人吧，你会堆吗？我没堆过。先弄一个雪球，不停地拍它，然后这样滚。滚不动了，要推到道上去吗？好啊，好吧。哎呦我去！哎呦，他种在地里了。不行，来一二一。躲开你。没事，好好顶着点。我觉得我比他累，我说我也进去踩那个去。I think the best thing in the nature is the quietness. Quietness. You can just go alone. Only you and the nature. Maybe you should try. Yeah, a little bit, 1 minute. Yeah, 1 minute. Yeah. Go ahead, go yeah. there and. Yeah.安静，然后只有你跟大自然，没有任何声音。
听起来挺特别的。嗯，你这么热呀？不热吗 ？No。咱俩把这抬上去呗。啊。二。你把这砸碎了。哎。一二。哎。哎，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哦。我们回来。咋样？没看到。我们发现了一个野生动物，雪人，纯野生。Thanks anyway. Thank you. Okay, have fun. Bye. 我觉得他耳朵冷了。对。我觉得你这个耳帽特别好，是吧？一下变得很生活。你看，雪人在冰天雪地都要喝 MC。爱喝冻酸奶。怎么样？想说点什么吗？发言一下您，啊？他说我听见了，啊？好喝，凭实力骄傲。我们跟他合个影好不好？来，你进来这边，一、二。我们回去休息一下吧。La mer qu'on voit danser le long des dunes.À des reflets d'argent, la mer, des reflets changeants sous la pluie. La mer, wow. 要帮忙吗？好，你帮忙试吃。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就在做这些啊，太贤惠了。这个怎么办？这个啦，这个就是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们吃薯条都用炸的，对不对？炸就很火气很大，我就想要烤。好啊。烤的也可以变成薯条的样子。这个、也可以烤烤蘑菇。烤、啊。可以啊。喂。哎。哎。蛙哥特别贤惠，已经把饭做好了。没，我只煮了一道。我一直等着叫我刷碗呢。哎，我来，蛙哥，你弄那烤酱什么的，洗洁精。好的。我找一下我的手套。对，我以为你拿一个拖鞋出来。哎，想起什么来了？哪去了？你把这个也烤了得了。烤玉米。真会洗碗呀！啊，洗碗我才不会。这个是干嘛的？你煮着要干嘛用？准备要想煮意大利面。那我用煮面喽。好。它煮开了吗？开了。啊，因为它新鲜的，其实根本不用煮几分钟，所以要快点了，要快点把那个。我帮你切。好耶。行啊。放了啊，好。其实蘑菇也出水，那你给它放点那个汤也可以吧。面里差不多可以放下来了。哇，你看我哇。哎，番茄酱的。哎，好嘞。
好吃。来这个好吧。这个像不像薯条？哇，这个我打扰。像不像薯条？像的。我们吃饭吧。好，你看我鱼啥？鱼怎么样？不错，还行啊。这个菜好吃。这个菠菜，这个是那个婴儿菠菜。哪这样？就 baby 对。你给我的面超多。我知道你可以，我知道你有实力的。对，我要喝点酸奶，不然我觉得待会儿就不消化了。我今天看你不是两瓶三瓶嘞。我好爱喝。哎，什么时候我能跟丫姐一样？怎么吃都行。他就是他享受的时候就是少吃一点。我基本上就是上半年胖下半年瘦就这样。然后呢，那你怎么联系呢？如果你在拍戏的时候就连不上啊，就是第三集我还那样了，等到第七集我那样了，十集那样了。你有看他那个庆余年吗？那个范思哲，对，然后搞笑的那个，因为你本身就娘，所以他就通过咱俩一个季度的感情培养，你觉得我是这样的？我想一想哈，角色塑造能力强，其实有好演员。这我，但我一直不觉得。凭实力交。好，我就爱听这话。我觉得不是，应该不完全是，是吗？每个人都有很多面呀。对，我跟你爸拍过戏。嗯啊是，哎，你爸跟很多人都合作过，你知道吗？跟你也合作过，他已经久远到我已经忘了。所以就是他其实是我们的小辈儿。真的，你这听着还真肉小辈儿。我是你们的小棉被儿。严格来说，如果跟我爸有交情挺深的话，到我这儿我确实应该搓一本。但是嘛，在咱们这个圈儿，其实没有特别那种是严重的那种，就只要尊重放心里面就好，对，不是那个称谓。对啊，我尊重丫姐，所以我就一直放在这儿。我不尊重她，我叫姑姑，心里我也不尊重。对啊，就这个，这嘴上叫什么，其实都可控，但你心里尊重不尊重，这个东西不可控。我们要看着时间吃饭，对不对？几点了，八哥？给你们报告时间，现在是晚上时间6:29，从8点开始，云城就会从98%降到21%。哦，那么吗？然后到9点之后，一踏入10点，最清晰的到11%，那就几乎没有云，只有到10点那个时候是最少的，之后再慢慢云又回来了。哎，那我想知道，即使没有云，是不是也不一定真的就有机构？是。哎，那我想知道，即使没有云，是不是也不一定真的就有机构？是。希望能看到吧。你们明天走吗？你们还要再待一天是吧？明天我们可能在一天，对不对？所以就是今天看不到，明天还有可能，但是我明天就走了。没关系，我觉得下一次还会再来。真的这儿太好了，是这儿好，是这儿的人好。人好，我觉得跟对人了去哪儿都好。对，对不对？那就对，旅途中有对的朋友真的很重要。终于没有白费我们，就是这个努力的烹调了一个晚上出来。我们干一杯吧，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希望有。有机会我们再遇到一起，在这个不同的场合。谢谢。我们去看极光，我带着走走走，光带着他吗？不止，还得带着小影啊。今天已经早上没带他出去了。对啊，好，我们看着小影走耶，好走。我预定那个人帮我把他拉上去。啊 ？Is it the place for roller hunting? Yes, welcome. Please jumping into the sledge. Yeah, yeah. So you're the guy for us. Yeah.咱们都挤中间吧，我觉得中间是空间大一点。对，这台，这一个位置。哎，坐下来。好，我们走了。你们真觉得我们上去就能看得到吗？总要抱有希望。
哦，上山，哇，哦，凤凰的，呜，呜，我们是不是应该哇，先看一下环境，冷了就在那个帐篷里面躲着取暖，来来来来来，啊，乐乐，嗯，先看一眼。 哎，包哥，你看那个 app 了吗？我们在那个，我来看一下。你看，现在的云层是零哎，哇，就很有可能看到是吗？比刚刚看到那个预测高很多。嗯。啊，我觉得我这个预测已经。 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了。哎呦，根本三下来的就是我们的运气了。我觉得我们应该一个朝前，一个朝后。不是，你这么侧着坐，他那么侧着坐，四方八面都看了，对不对？对啊。对。我能靠在你身上吗？可以啊，你们俩都靠着我吧。超美，超美。这样都不要暖和。这片星空也其实蛮好看。哎，那个是什么星？是北斗七星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刚好七颗。啊，为什么？哦，这是北斗七星啊！北斗七星啊！你们还顶得住吗？是不是要进去补一下？那你们进去吧，我在这守着。哎，怎么这么强呢？他是小火人。你这，你里面是一把火，火在烧身体里面。他是火狮子。是这种。你是几号的？我二月八号。二月八号是。 是不是元宵节上就这样，差不多。对，差不多。今年元宵节就是二月八号。哦，我那年是立秋，差点起个名字叫佟立秋。那就不是丫丫了，是秋秋。这也挺好听的，是秋秋秋。那丫丫是因为生出来是个丫头。哦，就叫丫丫。哦，八哥，你有没有小名？就是什么小蛙、小太阳这种。对，小蛙。没错，我小时候是不是？对，这种昵称不能算。我小时候叫那个。 在广东话叫大贼，贼。仔。八哥，你有没有小名？就是什么小蛙、小太阳这种？对，小蛙。没错，我小时候是不是？对，这种昵称不能算。我小时候叫那个，在广东话叫大贼，贼。仔，就是贼，就是大贼。我小时候叫大贼。 不会怎么？是一个贼，是一个可爱的意思吗？就是一个，就是你很调皮的一个调皮。然后比如说我们住在一个大楼，就是跟邻居玩那个躲猫猫，我就用手爬爬爬爬到天花板，你就怎么都找不到我。哦，真的？然后到后来，那我就大家，大家，你老骗人，都是你。那你小时候是什么？ 我就是大林啊，从小叫大林的。对，大林，因为我名字有个林嘛，所以他们一般没有什么特别严格。我名字是这个意思，一开始我爸想给我起名就是起这个神兽麒麟，但是呢，怕我很小不好写，然后我爸说就改成奇妙降临，然后奇就奇妙的奇嘛，麟就降临的麟，然后就觉得降临的麟吧，可能也不太好写，然后呢就画个蛋，不麒麟。这。 这是山西朋友怎么叫？林，然后林就换成两个木啊，就树林的林。对，因为我好像命里头好像缺木啊，还是什么？哇，你看这森林都是个你啊！太好了耶！真的不需要进去补一下啊？冷倒是不冷，两个棉袄还是有一点优势的。哎，哇，小蛙哥。 可是我的鼻涕已经过河了，快过河，我一直在吸。八哥，我刚才想了想，到十一点还看不着，我觉得咱们可以撤退了。那个 app 上说，从十一点开始，那个云层就逐渐变多了。对，就现在这一个小时是最佳观测时间。对，确实是。现在是10:52，嗯，然后呢，11点开始了，开始有3% 的云层。 到12点就27，到12点呢就有27。
但是就从现在到25分钟之后，刚刚那个567现在变成89，就是能看到的显示的那个可能性又增大了啊！真的，这个就考验我们那个毅力，能不能坚持到。餐厅大概半小时14公里的地方，能现在正在能看见。Depends where you are, where they come. Yeah. 要去坐吗？要去坐吗？我看他现在能看到，现在还能看到是吗？对，现在看到。14公里外啊？14公里，开车。开车10几分钟。开车16分钟。等一下，我和他们商量一下。里面那个导游说啊，他说14公里外那个餐厅，他们正在看那个北极光，就是14公里外那个餐厅已经正看到了。对，那我们现在过去还来得及吗？也许我们到了就没有了。我觉得我们要去碰碰运气，别放弃。好吧，就是我们有那个心理准备，看不到了，就我们很遗憾了。走吧。好。我们现在在去追极光的路上。哎，我觉得有人愿意跟咱们出来，而且愿意跟我们这么玩。好吧，不管我们看不看到，我们就当我们这一趟就是找到了，找到了。今天真的是云层太多。对，我们来第一天不都已经做好了看不到的准备吗？这个方向，你看是哪边？哪边？这个方向，那个光光光。哎，有一点吧。哇！哇，好美啊！太棒了！说心里话，我并没有那么强烈的信心一定能看到，但是当极光出现在眼前，只有一个感觉，太棒了。还能说什么？真的就只能说太棒了。棒！哇，好美啊！太棒了。自从踏上北极圈，我们就想象看到极光的那一刻是什么模样，而此刻极光就在眼前，如此震撼，也如此不可思议。途经山与海，中式富裕城漫游仍在继续。上微博参与漫游记话题互动，让生活慢下来，寻找心灵的绿洲。欢迎登录蓝天下官网、中国蓝 TV、新浪微博、微博台网、微博综艺、新浪娱乐、腾讯娱乐、网易娱乐、360娱乐、百度百科、巴沙印、天翼视讯等平台获取节目最新资讯。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互动花絮，可登录爱奇艺、腾讯、优酷视频观看。哎，这家餐厅，这十几家餐厅里面其中一家，对，好像还挺靠前的，前三吧，应该是。Welcome。哎。哦。
不错啊，这里环境不错，确实暖和很多了，有火炉哎。嗯，那咱们好找个地方坐。哎，昨天看到了极光，太棒了，但是有一点那个太神奇的出现，太幸运了，太让我们崩溃前夕出现。Thank you。就是在我们已经失望透底了。嗯。真的，而且真的，我一直觉得，在任何的旅途过程中，不会再有看到每一个景色是让你，哇，哇，就是那种兴奋值到100。你被寒风，然后什么各种，哪怕什么饥饿感这种折磨半天，然后你都放弃了，你的火焰都已经灭掉了。对。然后突然告诉你，突然从没有到燃烧到100。我真的那个，你整个人就是真的，真的。Hi。Someone want to give a gift for you？ 啊，有人给咱的礼物 ？Yeah。Yeah。And for you。Okay, thank you。You're welcome。我们还有一个小任务，我们要选出你觉得最能够凭实力骄傲的一个瞬间。选一个瞬间呢？对，你觉得你最喜欢哪一个瞬间？然后我们为这个瞬间干杯，好不好？对。凭实力骄傲，那个庆祝一下，干一杯，加个油。今天桌上摆的安慕希跟往常有点不太一样，我也发现了。每天早上喝一个，既可以提神又可以消肿。哎，咖啡和酸奶。我觉得还不错，就没那么甜嘛。我们喝一杯吧，咖啡味的酸奶。跨界咖啡口味酸奶安慕希打卡黑龙江著名景点大喷泉，一起凭实力骄傲，耶！实力骄傲，干杯！这边有卖安慕希原味的，原味儿，它原味，挺好喝的，原味好好喝哦。就有实力的安慕希，谢谢有实力的肖老师能让我感到骄傲。百年老茶馆，凭实力骄傲，耶！这是青桔葡萄柚和青稞，那个是猕猴桃跟青提，然后混合果肉。你要喝哪个？我喝这个吧，好吧。我们在吃火锅之前喝点酸奶吧，好吧，安慕希它能保护一下你的胃，好吧？这瓶子很好看哎，非常的时尚。那我们就希望有机会，我们再遇到一起，在这个不同的场合。谢。我们去看极光。所以这么多这个回忆，这么多这个值得我们骄傲的时刻，那其实我觉得，那现在看来，可能昨天最后我们追到极光，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应该也是。好吧，我们干一杯。为了那个有坚持、有实力，才可以看到最美的瞬间。所以我们凭实力骄傲。干一杯。哇。途经山与海，诸事赴旅程，用心记录当时当地的我们在当时当地发生的事情。还行啊。哇哦，我做的很哇。我那会儿脸有这么圆吗？啊，所以你在整个过程里面你一直有胖一点瘦一点。对对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看看晨哥，晨哥是第一个嘉宾。对，他已经走不动了，他都觉得不行。我们一定要，我要珍惜在这里的每一分钟，而且我还要能够跟你们两个一起留下我在克罗地亚最美好的回忆，对吧？晨哥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在日落的日落海滩，对，杜布罗夫迪克，然后睡着了，那一幕应该是我们印象最深，对晨哥印象最深刻，对，这不是前两年了，沙丁岛，欧萨小镇，欧萨。希望你们俩今后的旅程开开心心的，随心所欲一点哈。慢游吗？嗯。不慢怎么能游呢？我们越来越进入状态。到罗马了。
一路走来，时间过得很快，对我来说，旅途中最大的收获就是遇到了另一个自己。在萨格拉布，我遇到了对着镜头不知所措的自己。你现在做什么好啊？在沙丁岛，我遇到了战战兢兢第一次砍价的自己。Is it possible to have a little special price? 我这趟旅行第一次下价。对，划得来。还有澳门塔上那勇敢享受高空的自己。很难才到达的一个地方，那种雀跃，就是同时也紧张，就是挺复杂的这个心情。在成都、重庆不断刷新火锅辣度的自己。辣吗？辣。但是我有觉得应该要吃一顿辣火锅。哎，你刚刚发出动物的声音。走。旅程让我们有机会面对那些以往不会去面对的瞬间。哇，自己家的这种文化好厉害。我们可以去老的地方去尝试一下。不用。但很冷吧，把家里所有最最厚的衣服都要带去。而这些瞬间让我们更了解自己，很享受与另一个自己的相遇，很开心能对自己说，原来你还可以这样子。哎呀，看我弹钢琴，真的，先学，我都快忘了，先学。然后这是咱俩等他的时候，对，还没刚刚要出现的时候，在那他出现是最特别的，因为我刚好在拍海边景色，你要对 对，他就从那远方走到镜头里。我以前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加入一场如此漫长的旅行，甚至在开始的第一天，我还在问自己，真的要开始了吗？没错，开始了，而且开始的让人印象深刻。八哥，八哥，你在哪里？我找不到你了。还记得克罗地亚前仆后继的轮椅兄弟吗？陈哥来劲儿了啊，我可跑了，走。我是来补偿你的。还记得萨丁岛一脸茫然的放羊兄弟吗？羊带我们走，不是我们带羊。澳门短暂相聚的钢琴兄弟和我的演奏会，非常好，他有天分啊，天才啊。我的偶像背包走世界的 Jackie 姐，一回不生二回更熟的小刘。哎，好亲切，这边传出来的。还有被我们孤孤单单丢在缆车上的柳岩姐。哇，你这个时候回头看很吓人哎。哦，真的啦。居然走了六个国家，居然超过了15个城市，一切都如此神奇，一切如此欢乐，让我个平时尽量不出门的人甚至开始感伤。这场旅行居然要结束了，真的要结束了吗？最后空了一页。啊，就是给我们填上那个一支笔，这个好像是互送给对方。对，我们写一点什么话，然后啊互相交换。好，那我们先写寄语吧。哎，但我字写的好丑啊，我有点。那我现在想怎么写？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哲理。八哥，很高兴遇到你。我觉得这个东西小孩子玩的吧，左脚右脚，有意思。咱俩是有点无聊。我有点馋懒，你有点执着。虽然有着不同的生活态度，却让旅途比想象中更有趣。我是把这个事情看得比较严重，下一个旅行你去不了，让我一个人去。我帮你看，看你能不能去。最近鱼不行。舍得告别是为了迎接再次相遇。你因为我现在你觉得多吃点鱼。对，我觉得多吃一点，然后睡晚一点也 OK。 对，值得回忆是最好的旅行。新的一年要快快乐乐，然后继续我们的漫游。晚上我们就是最绚烂的烟火。舍得值得就好好过。是，对，两个五对。
谢谢你，麒麟。终于。看似不经意的你，给了我一段没有压力的时光。感觉蛙哥是有事儿要走吗？他想要有点自己的空间。我跟您做过预定，我的蛙哥他特别的喜欢精致的小小的。好的。让我收获一路的欢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这他人生当中就做的第一个蛋糕，这他自己亲手做的。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耶！我会记得我们同行的每一刻。好吧，难得获得记得每一刻，嘿嘿，耶、yeah. ！好，成功，我们互赠一下，对不对？互赠对吧？记住这个浪漫的记忆，好，浪漫记忆。OK， 来，我拿着，拿一只手或者上面一只手，小心。好嘞，今天我们都是大文学家，差不多我这飞机也该去机场了。也不早了、啊，走吧，走吧，走吧。这个是好像知道我们要告别这个地方啊，然后给我们一个很漂亮的画面。这次真是终年飘雪，咱们来这儿这几天下好多雪了。好像快到了。哦，这就是公车站。啊，啊，你那还是晚霞，有一点点。对，太阳日落的。早上起来又有朝霞。朝霞。小树，哎，哦，好像车到了，哇，是个真的到了，哎，好吧，好吧，是不是我该走了？走了，好，好吧，那我们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保重，我们有的是时间见，保重，我们有的是时间见，对啊，下个月又合作。那就是2020年了，我们下一次。行，保重，保重。回去要怎么样？回去要少吃，早睡早起。早睡早起。好，我要回去要用健康的姿态来迎接下一次我们的。好，拜拜。拜拜，保重。走了，一路顺风。好，拜。就这样，我们的旅程结束了。我也要带着这段回忆，踏上新的征途。我们第二季见。哦。2019年11月16日起，每周六22点，邀您漫游。